啊，现在我们十八乡镇终于全部建制完成。那这个康会为一百控里尼的开始，那实际上已经历时了7年的时间。那整个把十八乡镇啊也当让税务局我们的财税局啊跟我们的国税局啊把他们的相关的服务啊把它做一个整合哈。那这个整合实际上很快，只要是透过金马的网络，包括视讯，我们就完成了这样的一个工作。那乡亲啊，未来啊有一些需要查询的资料啊，民哥去抓楼照下来呢，民雄乡公所啊，整个啊建筑完成，也代表十八乡镇啊全部都完成，所以当公啊感谢啊，咱的国税局叫咱的财政税务局啊同仁的努力，那终于利用现在的视讯的技术，完成的便民服务。那我们民雄刚乡乡公所有那个有零距离的那个远端视讯的服务啊，可以马上帮你查掉不动产的证明。县长好，这是嘉义县财政税务局，很高兴为你服务。好，来辛苦了哈，现在我们乡亲有个事情要麻烦你帮忙服务，好不好？需要你就让张市长。六已经谈好了，我帮你送过去哈。好，就可以来拍一个破案的来。